卖了呢？Hello， 又到我们异想年代预告的时间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预告的是呢，我之前采访的卡地亚专题哦，在这个礼拜会播出。这次珠宝展真的非常精彩，有超过百亿哦，真的是让你闪闪发亮，非常漂亮。而且呢，我遇到了美丽的人妻白馨慧，幸福妈妈白馨慧哦。那么白馨慧呢，她其实也跟我交换了一下育儿经啦，但是其实没有在专题里面播出，这个要讲吗？但是她还是有聊很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她自己跟她家族的感情啊，都在这个珠宝里面传承展现意义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啦。那珠宝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看的。你有动心吗？我有动心，但是那个价格真的是还蛮惊人的，就是上亿起跳。我想说，哎，动心也是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美丽的佩珍，她也去拍了这个自研会，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小编哦。其实小编本人更美丽。好，她在摇头了。好，那就是呢，这个职人，日本职人工匠哦，来台献艺。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自研会，可以很快速的看到你的长相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、梳出来，变成一个小胸针哦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500色的色铅笔，真的超梦幻的，那个颜色看到了哇，就是哇，心跳都加快了。这很像眼影，对不对？超级美的。我看佩珍的照片，真的很像眼影，真的想拿来擦一下。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的，因为是漂亮的东西。好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异想赠票活动，这次赠票是诈骗女生。好，你应该是安海瑟薇或胖爱美的粉丝吗？不管你是不是，这部片都相当不错，很值得推荐。那我们这次有赠票活动呢，是只限定在 YouTube 哦，所以你还没有订阅的赶快订阅吧。那么赠票的活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异想年代留言区留言，说为什么你想看这部诈骗女神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的留言呢是非常有创意、非常有趣的话，就有机会得到诈骗女神的这个免费的电影票。那么这个得奖公布名单我们也会公布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，所以把握机会咯。这个超好看的，我自己都超喜欢安海瑟薇的，胖爱美我也很喜欢。免费的哦。好，那就是今天的这个异想年代预告，希望你会喜欢，锁定异想年代哦。